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去世，白宫降半旗致哀。2018年8月26日讯，据美媒报道，美国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约翰·麦凯恩因脑肿瘤去世，享年81岁。资料图来源媒体视觉中国。麦凯恩是美国政治家，共和党重量级人物，现为亚利桑那州资深联邦参议员，属于党内的温和派，曾于2008年与奥巴马竞逐美国总统突围。2008年11月麦凯恩竞选总统时的资料图片，资料图为麦凯恩2016年12月在华盛顿出席珍珠港事件纪念活动。资料图当地时将2018年8月25日美国华盛顿美国白宫国会大厦降半旗，哀悼参议员麦凯恩去世。美国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约翰·麦凯恩因脑肿瘤去世，享年81岁。资料图